来不及了啊！来来来吧，一块欢迎吧！啊，哎呀，你别给我搅和了啊！别说话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喽！哟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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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啊，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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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贤总啊，哎呀，兄弟，兄弟，别来无恙，别来无恙，别来无恙，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欢迎欢迎刘总啊，这位，这是我媳妇儿二米栗子，哎，你好，嫂夫人，这是有喜了，怀孕了，七个多月了，哎呦，嫂夫人真漂亮啊，漂亮，漂亮，软实力嘛，软实力，这位是。这是我那个我是他们家厨师，不是钱总，你怎么找了一个老年男人当厨师啊？不是，他想找一个年轻女人当厨师，他媳妇不愿意，怕媳妇。不是钱总，你一个老板还有惧内的毛病啊？把嘴闭上。那你都自己说自己是厨师了，是不是话少点比较好啊？请坐，哎，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倒水，哎呀，刘总啊，哎呀，今天突然造访，有什么事吗？哎呀，说实话吧，在来你们家之前呢，我陆续了走访了好多公司了，哦，反正都没谈成，原因呢，还是差在这个工程的报价上，哦，哎呦，那刘总，你看咱们家这报价吧，已经是最低了，如果再低的话，咱就见不着利润了，是吧？嫂夫人，咱都是这圈里的人。就算你把这个工程报价再降低10个点，你照样有钱赚。如果这么个压法，那我不能保证这个工程质量啊。对呀。哎呀，那我要是不在乎呢？你不在乎这个工程质量？你是不在乎，我在乎。走走，赶紧走。不是，赶紧，钱总，你家厨师怎么回事？你这个厨师，你退下，你跪下。我不是他家厨师，我是他爸爸。他是我爸，爸，你怎么还自己还承认了？是你这说漏他干啥？我怎么不承认啊？啊，一看这姓刘这小子，黑心建筑商啊！啊，爸呀，你把你儿子看成什么人了？儿子就是少挣点钱，也不会用那些假冒伪劣，也不能拿安全开玩笑啊！钱总啊，哎，来吧，签吧。爸，瞧不起我了。媳妇儿，骄傲的爸爸。你入学的新书包。是我给你拿，爸爸，爸爸，好爸爸，好爸爸，我要一个好爸爸。嘿，这合同我签不了。钱总，这钱你不挣了。我要是签了你这份合同，我对不起我的父亲，对不起我的媳妇儿，对不起我媳妇儿肚子里还没有见过面的孩子。我更对不起我的良心，钱师傅，哎，老爸爱死你了，你妈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全是细菌呐。